气泡是一种真侪人介食的水果，但是农药残留的比例较悬，予人真介意，却会真惊。伫咧福兴乡有一间观光高园，为了符合现代人健康饮食的观念，用好糖食歹糖的方式来取代用农药。高园悠闲的栽种方式，唔呐受到乡亲的介意。乡长周文鼎嘛专工前往高园帮忙倒推广，希望福兴乡的农民都能将家己的产业发展到上好。这就是稻虫的惊。哦，啊，伊这养金梅，无，这伊是好，这买来放的，伊这就是买来食咱的红的害虫，嘿，食害虫。哦，害虫。对啊，哦，对啊，这拢爱放落去的，迄瓢虫的惊。哎，以后又变瓢虫。来到高园，见面顶写满了一粒一粒又个大又个红的气泡。果农黄义林用优生的方式种出来的气泡，一点也都无输别人。今年呢、啊，种的是香水无毒草莓。那我主要种植的草莓是以自然方式种植的。哦，啊，咱用自然的香的以虫吃虫，吼、哦，用咱的好虫啊，食咱的歹虫。哦，像咱用咱的瓢虫啊，食咱的害虫安尼。啊，我嘛培养菌，哦，咱的好菌来治咱的歹菌安尼。哦，啊，种出咱无毒的香的无毒草莓。哦，啊，因为今年的产量啊，用这自然方式啊，种起来成熟啊，都袂歹。用好糖食有害糖的栽种方式，乡长是真娱乐。高园还阁设置了其他的设施，真适合家长带小朋友做伙来感受番水果的趣味。我们福兴乡的福宝村哈，乐才国农场啊，咱这头家吼，今年种真侪这个草莓，他们的草莓都是有机哈，都没有撒农药哈，因为小朋友非常喜欢吃草莓，然后我们这位老板，年轻的老板哈，他用。自然生态的方式去耕种这些草莓，完全都没有撒农药。小朋友喜欢吃草莓的哈，可以安排时间到我们福宝村，福兴乡的福宝村的乐采果农场，带小朋友一起来采果。这边还有一些小番茄哈，还有前面的有一些一些教室哈，可以让这些小朋友一起来玩乐。周元鼎表示，福兴乡是一个农业和工业同款重要的乡镇。自就任了后，积极咧辅导农民来推动产业，希望每一位农民拢会当有上好的发展。福兴乡是属于工业跟农业的并存哈。我们这几年我上任以来哈，我这几年也一直鼓励这些年轻人能够返乡来做一些高价值的农作物哈。我们现在福兴乡的青农哈。有一些农作物都种得相当成功哈，像我们这个采果乐的这个农园啊，他们每一年的这个草莓哈都种得相当的成功，还有一些小番茄种得相当成功，他们也有举办一些活动哈，能够让这一些母子同乐啊，大家一起来这边游玩，所以说相当的成功哈。我们福兴乡，像我们那些就是哈密瓜哈，也种的相当成功，火龙果，还有我们凯氏好米，这一些哈，还有那一些百香果哈，都相当有名哈。还有我们福兴乡在地的肉农业哈，也相当的发展，所以说我们福兴乡可以说是农业。跟工业并存的一个好地方哈，我们福兴乡的土地也相当肥沃，所以说欢迎大家哈，如果说有时间到我们福兴乡来走一走，发现福兴乡的好。为了让民众会当轻松闻到气泡，高园今年嘛对地面改成是高价种植，来互闻气泡的大小朋友，拢会当欢喜享受这闻水果的趣味。新中华新闻，蔡良清、福兴彩虹报道。